落雨啦，落雨啦，好在系 iPhone 防水嘅啫。有冇见到有雨粉啊？好细雨啊，好细雨啊！我件衫同埋我条裤都系防水嘅，我对鞋都系防水嘅，我顶帽同埋我背包全部都系防水嘅。其实我嚟英国之前咧，就已经系做好晒一切嘅心理准备，有研究过佢嘅天气啦，有研究过系着咩衫啦，亦都有啲朋友咧系提醒我要带啲乜嘢啦。咁其实咧有好多嘢咧系嚟到先买都得嘅，咁就发达国家啦，有钱使得鬼推磨嘛。哇，越嚟越大雨啦，有冇见到雨水？喂，唔急嘅，因为咧我冇得急啊。首先我要跑翻去咧，起码十几分钟，我跑到索晒气。咁第二样嘢咧，我防水噶嘛，啲衫裤防水咪 OK 咯 ，that's OK，no problem，never mind 啊。咁问题就同埋英国有个地方好唔友善嘅咧，就系大部分地方都系冇得避雨嘅，即系唔会话有个间有个楼梯底俾你避雨啊。每人哋间屋楼下都着得，但系冇嚟擅闯人哋民居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所以我而家就有得去揼啦，慢慢行，唔使急，最紧要快啊！前面可以避下雨嘅，不过避都冇用噶，佢落一个钟，唔通我企一个钟嘅，算啦，慢慢行翻翻去啦。好啦，喺英国系咁嘅生活噶啦，同大自然融入啊嘛。咦，呢度系咩地方嚟噶？似系做嘢喎。哦，唔好理佢。哇，彩虹啊！见唔见到彩虹啊？嗱，有得有失啦，我又揼几滴雨，跟住就可以影到彩虹啦。今次如果我唔揼雨咧，就唔会有彩虹啊！哇，好靓彩虹，哇！揼雨都抵啊，劲揼雨，花晒好眼镜，睇够彩虹未？睇够未？俾多五秒，4、3、2、1 ，Time's up。